好久不见了，雅姨。父亲。那么，准备出击。出击？但是布朗尼亚的伤势根本没法。你该不会是想让牙医代替布朗尼亚来和那个怪物战斗吧？没有其他办法了。杨一，你来驾驶天赋。我来驾驶？没错，你来驾驶天赋，去打败地上的怪物。我来打败那个怪物？没错。那个随随便便就能把战斗机毁掉的怪物？对，就用这个机器人。对，所以父亲，你叫我来，就是要我来驾驶这个。是的，我不想再重复说明了。这种事我才不要呢！为什么之前什么都不和我说？一直让我自生自灭，一直对我不管不问，却突然把我叫来这种地方做这种事。父亲，你不是不要我了吗？就是因为现在需要才叫你来的。所以为什么是我？因为其他人做不到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东西，怎么可能会驾驶？坐上去，自然会有人给你说明。怎么可能？哪有那么简单？我怎么可能会驾驶这种东西啊？那个家伙发现这里了吗？第八装甲板损坏，亚伊小姐，已经没有时间了。地区多处地方起火，紧急封闭指定区域内的所有通道。坐上去吧，亚伊。我不要，我特地跑来这里，不是为了做这种事的。那你是为了什么才来这里的？我。这样下去是不行的，不要逃避你父亲，更不要逃避你自己。我知道，我知道的，但是我做不到，我怎么可能做得到啊？是吗？我明白了，这里不需要你了，滚吧。事关人类存亡的战斗，不需要胆小鬼。爱因斯坦，在。把布罗尼亚叫起来。他还能够继续吗？他又不是死了。我知道了。把天赋的核心系统切换成布罗尼亚适配的模式后重新启动。收到，中断当前作业，开始重新启动。重置启动指令。果然还是没有任何人需要我。目标突破绝对防御线，正在向基地正上方移动。
顶装甲开始崩塌了。居然让这么小的孩子当驾驶员。振作点。需要我做些什么？不用，你只要坐在那里就可以了。突击结合没有异常现象，开启双向回路，防护误差值在0.3%以内。居然第一次就能有这样的数值。精神试镜全部正常，没有失控现象。可以了。龙马，你真的要这么做吗？若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都无法打倒，又谈什么消灭崩坏？不消灭崩坏，我们就没有未来。作战开始，天赋发射。你自己在走路，走，动起来了，做得好，试着再走一步，移动起来，好困难。不用担心，你很快就会适应。接下来，尝试在心中默念攻击，天赋会回应你的想法。攻击。切断神经连接。
拦截逆流外冲。不行，信号被拒绝，无法接受命令。驾驶员状况呢？监视信号被拒绝，驾驶员生死不明。天父完全沉默。